Happy to know that you all are still single. 你讲嘞 ，14 years 很老嘞，开始都更要考 O level 了嘞。啊 ，14 年了没有啦，没有14年了。没有14年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才13岁，怎么可能有14年？你，那么13年了、啊，13年左右。我们有13年吗？我们大概有十年。他开唱，我是说他们，他们14年没有来爱情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们是说 Glad to know you all are still single。对啊。没关系，但我们下期再澄清。他很凶哎，他指着我们雷啦！他说有，他肯定有14年。是，他说我、啊、谁？我，他，哦，原来是你，他说所以是24年，你误会了。以前也是在爱琴海看到我们吗？他不是，他是在医院看到你出事的。他是帮你。那我才14岁吗？他是帮你。
亲生的吗？你们生了两个孩子吗？那这位朋友点了一首歌曲啊，叫做《First Love》，宇多田光的一首歌曲，相信就是你的 star 啊。对，十四年前你是唱这首，他说不要唱嘞，你对得起他吗？没有，就是十四年前我还是歌手，现在就是乐手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真的不要逼你，身为女朋友，我们不要逼你，我们让观众来决定，想要听他唱歌的掌声。没有办法，唱那首那首龙柱的心经。好啦，会不会觉得很热啊？会觉得热吗？还好吗？不会啊。OK， 好。台上像烤面包一样，超热。所以你要弹什么歌？等一下再跟你 clarify。OK， 我其实也不是不太清楚。你可以带来一首随便一首歌曲送给这位朋友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对啊。就准备了。好。就感谢他这34年来对你的照顾还有支持。没想到34年后还有机会再见面。所以你是要唱存在吗？存在 ，You are still around。还真的有人点的存在。你老公完全没有帮你讲话，旁边这位吉他手其实就是他的老公，他看到老婆的手机。十四年前他在吗？对。哦，你们结婚都要多久了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十多年了，我不懂十几年。你孩子多大？孩子最大的孩子几岁？9岁。9岁，那你们结婚应该差不多7年左右。来，群众开始说话了。几年？2003。哎。我们结婚在那已经有人帮忙了。所以你们确定你们结婚了？感觉好像有吗？我听你很陌生。2003不是的，我是2005结婚的，你跟谁结的？我乱了，你在讲什么？很老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没关系了。可以带什么歌呢？我们试试看那首 Skyfall 好吗？你们还记得？好，可以。你看，鬼才在那边。首 James Bond 里面的歌曲，007。其实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，因为这是他们建立伟才跟明媛为了这首歌也准备了很多。没有关系，等一下听歌不懂，完全没有准备。来，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，我们要赶快带来这首歌曲哦。好吧。好。记得我是乐手吗？祝你一路顺风，真的。好吧，我会早一点回来的，你也早一点回来哦。一路小心，拜拜。一路好走。很熟了才可以这样讲。一路还来，你那选一首 Skyfall 和我们后面乱到疯到不行。那时候是你们叫我唱这首歌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唱。可以吗？好。我也希望可以，很久没有唱。
你可以笑我，只笑不笑我，我的
Yeah, 谢谢您，掌声。